持续来关注到大靖满八八号目前还是持续的被扣留在对岸的泉州围头港。那昨天我们也听到大陆官方给出的解释，就是依法执法，因为呢这艘台湾渔船是非法进入到大陆，目前那边正在进行休渔期，依法是不能够来进行大型捕捞的，所以呢我们的船只处罚，他们自然就是依法来执行扣船。但是事情发生隔不到24小时，居然又有另外一艘台湾的渔船闯入了金门附近的海域，真的是不怕惹祸上身吗？好，来看到是在7月3号的晚上8点35分，海巡署接获了龙节满渔船通报，遭到了不明大陆海警船探照灯干扰。那当时这艘也是澎湖籍的渔船哦，在这个金门东定岛海域作业，好，结果被对岸的海警给锁定，直奔而来。我方渔船看到事态不妙，是赶紧起网，结果还是被探照灯一路追着照射了20分钟。那这段期间呢，大陆的海警船也向台湾的渔船进行了广播驱离，大喊你不要命了，还不赶快离开现场。这是昨天传出一个海上的惊魂同样的消息。那当然现在渔民很困惑，为什么过去可以现在不行？那为什么过去可以？因为过去的两岸关系没有这么紧张，所以呢大陆的海警可以说是睁只眼闭只眼，但是现在情况不同，两岸关系紧张之下，大陆方面自然可以不讲情理，直接来依法执法。所以我们就来关心一下下面这段新闻。澎湖大靖满88号渔船前天在被大陆海警船以违反福记休渔规定违规进行拖网作业的理由带回福建泉州围头港扣留之后，昨晚有多艘澎湖渔船在澎湖外海作业时也遭到多艘大陆海警船驱离。渔民是担心重演大靖满88号事件，是赶紧加速返航。一起来听稍早的访问。今天2024年7月4号星期四，在这个东堤的这个旁边站到两台军舰，好，快速通过，前后两台，现在敏感时机，这不知道什么船哈，这是不是渔船？这是军舰。该讲安尼啊，讲那个台湾船，你们不还不赶快走，不要命的了？昨暗明天到大堆，昨暗讲几啊十只海警出来在堆。安尼哦。哎呀，你赶，昨暗在遐作业，遐拢朝在中线啦，咱的中线。海峡中线的附近也是拖了，公里下的挂。好，可以听到其中一艘渔船船长是表示，当时许多作业中的渔船在金门海域作业时，是碰到20-30艘大陆海警船驱离，甚至是广播话语中语带恐吓，向下说不要命了吗？还不赶快离开现场，让在金门外海作业的渔船是纷纷赶紧逃离。也幸好大陆海警船没有继续紧追在后，才没有再重演大靖满88号被扣留的情节。也可以看到返港的渔船本来在小管生产期应该是要满船的渔货，但因为两岸情势紧张，生怕被大陆海警船扣留而赶紧返港的关系，渔民手中的篮子多半都是空的，也让渔货量是大幅减少，恐怕也会影响到渔民的生计。无奈的渔民也只能寄望政府拿出办法，别让两岸继续紧张下去，才能让渔民可以在海上安心捕鱼。好，那这起渔船遭到扣押事件，现在民进党内部的自家人也在向政府开炮了，包含听到了民进党籍的这个澎湖县立委，好，在地立委自然是很懂得渔民的感受，杨耀他就表示了，海巡署跟渔业署对作业区域是否越界现在存在着两套看法，那当然渔民就无所适从，到底该听哪一套？所以谴责行政院是罔顾渔民安全，渔民根本不知道安全的渔捞作业范围。那来关心到国安局长蔡明彦，他也被认为问及了此事哦，毕竟呢小说是渔民的事情，但是其实也可以延伸到就是攸关整体国家国防安全的事件。蔡明彦他认为此案的确不寻常，会持续的分析中共的说法，看是否有政治考量以及认知作战操作。好，非常熟悉的政府的这一套认知作战操作的说法又出来了。而这个很擅长神隐的管妈管碧玲海委会主委，在昨天晚上终于发生了2号发生事情，好，神隐了一天，在昨天晚上管妈终于讲话，未来陆委会渔业署将会由两岸沟通，那希望呢陆方依照程序尽速放船放人，海巡署也将透过管道来保持关注。
那其实过去真的是依照惯例哈，顶多就是罚钱，然后呢该罚的罚一罚就会放人，但是那是过去的状态，过去两岸之间没有这么紧张。但现在呢，民进党不断的跟对岸挑衅之下，大陆现在要怎么处理这件事情，船回得来吗，人回得来吗，现在真的是未知数哈。结果呢，民进党现在还说希望对岸依照过去的惯例放船放人。好，梁文杰陆委会副主委今天被记者问到渔船事件，他的反应更是让网友群情激愤。记者询问了扣渔船事件，那梁文杰当场回说，哎，我现在跟你讲完了，那待会儿立委问了不就不是点点点，言下之意哈，我现在跟你讲一次，那等一下立委问我，我还要讲第二次，讲第二次怎么样，很累是不是，好像有这种感觉哦。这么大的议题哦，其实你身为政府哦，人民只要不满意，人民只要需要解释，你讲一百次一万次都是身为政府应该要尽的义务。好，再来关心到，哎，那行政院发言人陈世凯怎么表示，加强渔民捕捞安全宣导和陆方休渔制度的宣导。好，感谢杨耀委员指教，毕竟来自哎党内的批评有点尴尬。再来呢，他说我渔船被登检地点是陆方海域，那呼吁陆方尽快释放人船，避免不必要的手段。所以政府现在的定调的确是我方有错在先，因为是我方的渔船的确是闯进了陆方的海域。再强调一次，过去可能也会这样做，但过去是陆方睁只眼闭只眼，因为两岸的关系没有这么紧张，很多地方是有一点包容弹性的，但现在就不是这么一回事。这件事情也惊动了美方啦，美国的国务院发言人表示，密切的关注整起事件，劝双方，鼓励双方保持开放沟通管道，以和平的方式解决。沟通管道真的存在吗？好，依照民进党的做法是不和对岸做任何沟通的，所以不知道。好，再来关于解放军最近有了新的消息，三号凌晨四点钟开始在东海近海执行为期三天的军事任务，公布范围距离台湾不到100里，外界研判是福建舰的海事任务。我们的国军有因应吗？一样好，回应都非常的官腔，就是严密的掌控监控当中。那我们来继续的看下一则新闻。澎湖大靖满88号渔船因闯入休渔期的陆方水域，被大陆海警扣回福建侦办。离婆是家属痛哭爆料，竟然说完全没有人通知出大事了，是早上看到新闻才知情，只求能早日放人回来。但政府的态度却让人匪夷所思，因为家属很关心，就是他们到底什么时候会回来？不好意思，所以政府还是会全力的来捍卫跟维护渔民在海上合法的渔事作业的权利，呼吁渔民进入到比较敏感的水域，还是要提高警觉。连海陆方交说进度官员都不讲清楚，看看上回被大陆扣船是17年前，显然大陆对台的特殊待遇早没了，又要怪谁？而网友炸锅嘲讽，还能期望谁去交涉？是喊两国论大官，还是骂妈祖关公是统战公决陆委会？真是金门渔船翻覆出人命却没搜证的海巡署吗？现在政府只知道抗中啊，不知道怎么保台呀、啊。既然你讲两岸是一边一国，那他就该怎么样就怎么样了，这才是悲哀啊！谁要交涉？没有啊，我们现在每个单位都。跟大陆吵架，吵架会升官，怎么交涉？没事惹事，有事怕事，这样的主委要他干什么？现在管碧玲的意思，后续就交给陆委会啦，就交给渔业署啦，哈，不关我管碧玲的事啊，你们不要来吵我，就这个意思。根据大陆渔业法，在禁渔期间捕鱼，可处5万人民币，约23万台币，不只会被扣船，严重者甚至能被判刑3年。而各界忧心扣押渔船，就怕会变成常态。这个是被刑啦，假不有问题就。中华民国人民属于我们的审判了、啊，怎么会大陆那边抓去审判呢？我们怕这个，原来是不否认，现在不承认，把事情就大条了。当执政者满口喊抗中，频频挑衅对岸，如今真出事了，却不见官员要负责，百姓难道真的只能自求多？记者谢荣卢旭国豪 SN 小组台北澎湖报道。好，因此呢，可以断定我方渔船是在大陆休渔期间越界捕鱼，因此遭到对岸海警登船登检带回扣押。但是海巡署第一时间却是说是我们的
来驱离对方的海警船。那前立委郭正亮就感叹了，政府一天到晚只会吹牛，台湾的海巡船只比人家小，数量也比较少，更何况事发地点是在大陆的海域，我们怎么可能跟人家对峙甚至驱离呢？郭正亮就认为民进党政府就是吹牛吹过了头，现在发现自己无能为力，一点办法都拿不出来。就自由时报在那边吹牛说我们的海巡船去跟大陆的海警船对峙，对不对？啊，因为对方船多嘛，七艘海警船，那把那个台湾的渔船带进去禁制海域，对，所以我们海巡船只好走掉了。哇，这完全是吹牛说谎哎！因为我后来去查啊，我们那两艘海巡船，一艘是35吨，嗯，一艘是100吨，嗯，中国大陆那七艘海警船是600吨到1000吨，我不知道你怎么对峙啊。人家的 size 是你的6倍到10倍。我们海巡署有登出一张照片，就说我们去驱离了对方，结果呢，我看了一下，它上面写2小时驱离哈，嗯，那我们的船就比人家小嘛，所以这个显然就是2小时目送嘛，因为对方任务结束，人家就离开了。我是觉得啊，这个政府真的很可怕啦，就是说你在两岸上你的差距这么大，啊，一天到晚在吹牛说。我驱离了，我拦停了对方啊，我这个高声广播啊，甚至这个对峙啊，啊，实际上完全不是这样。所以为什么管碧林第一天躲起来？对，躲了一天。因为我们的海巡船完全不敌对方嘛，你怎么讲话？那现在人家要问管碧林怎么办，他没招啊。我跟你讲，他3个法律都违反。越界，人家修渔技，你还用那个网眼最小的鱼捞非法工具在捞鱼，捞小管，3个法律你都违反，哦，所以我说你现在怎么办？所以我的意思是说，这个政府真的太可怕了，就是要不然就是吹牛吹过头，那现在发现自己根本无能为力，哦，你就扣人家的小三无啊，那人家扣你的大渔船啊，你现在不知道怎么办啊。海巡斗不过人家海警。台北市议员于北辰日前在政论节目中表示，我的声量越大，解放军敢打台湾的力量就越小。这番话就被立委卢志强狠酸，说于北辰是为台湾制造了笑话，达到不错的娱乐效果。立委吴宗宪更表示，嘴炮不算武器，解放军不会怕。当然啦，嘴炮的力量在台湾是威力是很大，但是因为嘴炮这个不算是制式武器，所以我认为解放军应该是不会惧怕于北辰的嘴炮。那于北辰说有人刻意把他小丑化，其实他讲这些东西是自己把自己小丑化，而没有任何人做这件事情。我想他可以去拜柯建铭为师啦。柯建铭有一句话哈，他最近在立法院讲的哈，就是上帝要毁灭一个人之前哈，必先使他疯狂。我想恐怕于北辰哈，不只是疯狂的问题而已，啊，真的是把自己膨胀的也比天还大了嘛。所以于北辰，台湾有你真好了。我不是讲说国防有国家安全有你真好，台湾有你真的是还蛮多笑点。太阳星全校克斐尔益生菌，我吃了2-3天，最明显的感觉是睡眠品质竟然变好了。睡得好，让我整个人工作更专注，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因为太阳星全校克斐尔益生菌，才让我认识到克斐尔益生菌，它是由多支菌种的益生菌所组合而成，不仅能够维护消化道机能正常运作，还拥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相当强大。你知道吗？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称它是神仙的礼物。1000篇的国际研究证实，克斐尔益生菌不仅帮助肠道健康，肠道菌透过肠脑轴影响全身器官，所以维持肠道菌丛的平衡是解锁身体健康、精神健康的钥匙。对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真的很有感，也因为这不是药，有季节敏感、代谢困扰、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选择太阳星全效克斐尔益生菌，做好日常的保养，身体健康没负担。每日克斐尔，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输入推荐代码有额外的折扣。